相比之下，泫雅发生的舞台事故就更为惊险了。作为在意女爱豆中的性感代表，泫雅一向位列各大校庆演出名单的上位圈，与演出界扛把子在的公司签约后更是如鱼得水。上周四分别参与了启明大学和归北大学的校庆演出，经典热曲串烧效果之出色，完全意料之中。然而一套造型跑两场的泫雅却遭遇了意外走光，银黄色的前系带吊带背心，胸前的蝴蝶结在怎样剧烈的舞蹈动作下骤然松开，专注唱跳的泫雅起先浑然不觉，不慎撩起衣角后赶紧用手捂住胸部，继续表演的间隙向台侧使了一个眼色，之后灯光师才赶紧救场调暗灯光，以为泫雅争取调整衣服的时间。整个事件中，除向台侧暗示之外，泫雅全程保持正常表情，完全没有影响到怎样这首歌的表达。发现衣服出场后还及时调整了舞蹈动作，倘若不是粉丝后续做出对比视频，泫雅临场处理之自然，观众竟无从察觉。